咁嘅情況啊，係係。我相信如果咁樣都要休會咧，立法會真係沒完沒了嘅。你而家咁樣搞唔掂嘅。唔係，我而家希望咧就希望大家都尊重自己。作為主席咧，而家我就作出最後一個決定。我就俾多次意見你，最好休會五分鐘協調一下。啊！問題。嗱，各種意見都有。嗱，我唔想再浪費大家時間，我作出一個決定啫。如果需要嘅，由秘書可以將佢打上去。這個本身呢個咁嘅動議，需唔需要討論？將個需唔需要討論再加上去啫？諗個加多一個。既然咁多爭議咧，其實俾討論嘅，考慮到咁多爭議，就讓佢討論，都係符合規程嘅。嗱，我聽咗法律顧問有一個簡單嘅提議咧，就既然而家大家亦都喺又話要需要休會啊，又等等咧，我就唔浪費大家時間嘅，我就希望咧討論照討論，唔緊要。但問題咧，問題就係咁樣啦，一個好簡單啫，是否需要討論？你就唔好再提，唔好再拉扯去其他問題上，好冇？嗱，而家咁樣咧，我哋就邊啲需要提出提問呢個討論嘅咧，就請自己按。重新按下按鈕。嚟。重新。邊啲需要發言嘅？嗱，而家重新可以提出就係、是。作為對呢個。動議的一個討論，動議已經在文字上已經表達出來了。現在討論現在就是這個動議本身。